廣大人 ，Head U to 廣大。大家好，我是 Connie。大家好，我是 Carol。Hong Kong U 分咗做 Main Campus、Centennial Campus 同埋沙村嘅三個部分。今日我哋就會帶大家從唔同入口去到石溪嘅智華館。上面今日有冇有堂？咁我就由 A 出口出發，你就由 C 出口出發去智華館啦。冇啊，出頭啦！平時搭地鐵翻學嘅同學咧，就會喺度搭 lift 上去 A2 出口嘅平台；而搭小巴或者搭巴士嘅同學咧，就可以經 A1 出口搭 lift 上到去。一 check lift 咧，就見到黃克勁樓最出嘅 U Street。呢度平時有好多人大 book 噶，跟我行啦。平時呢度 U Street 咧，仲有啲人喺度 busking 嘅，簡直旺過彌敦道啊！轉個彎就到智華館啦。智華館係港大學生最常去嘅地方。我有天理堂嗰阵都成日嚟呢度温下书、瞓下觉咁，不知几舒服。你每日翻学都有可能经过呢一条桥噶。其实只要你喺地铁站 C 一出口或者搭巴士去到呢度落车，之后再搭电梯上嚟呢一度条桥，再行条桥之后再搭 lift 上去，就会系呢个上车嘅闸口嚟噶啦。沿途會經過一間餐廳，右手邊就是賣 Hong Kong U 手信的訪客中心，最後就會是有一個很多人拍照的 Hong Kong U 牌坊啦。成廳呢邊有三個學院的 office， 分別是 Law、Arts 同埋 Social Science， 其他就會在 Main Campus 嗰邊。咦，智華就喺前面咋？喂，你終於到啦！我等咗你好耐啦。都唔係好耐啫，嗱，我哋再去 Main Campus 嘅木幼堂，你點去啊？字。如果在這裡行，我就會經 U Street 這邊行過去。那我就行下路經過 Office 樓去啦。好啦，那我先行啦。在 U Street 經過剛才 A2 出口之後，留意 Main Library 入口附近有條扶手電梯。搭完條電梯就來到這裡 Happy Park， 很多大學活動，例如一年一度的 Hall Damn Cheers 和 Mark Stand 都是在這裡舉行的。沿住旁边这条楼梯落到去，就会见到 Main Building 三楼的天桥。行完 U Street 之后，再嚟黄克勁樓，呢部 lift 就快好多噶啦。相信好少人嚟过呢一度，呢一度咧就系加道理生物科学大楼，好多读 science 嘅同学都会嚟呢度做实验噶。隔離就是 Main Building 啦，我哋首先要落翻地面，再行去 Main Building 嘅正門，即是平時好多人影相嘅地方。嗱，轉個彎就到啦。上面就是綠幼堂啦。綠幼堂是舉辦一啲重要活動嘅地方，例如 High Table Dinner、Career Fair， 仲有考試添。果然行捷徑係快啲喎、哦。使乜講？我哋今日咧就講咗四條路線去港大嘅唔同地方，不過我就唔好行錯路啦。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，又或者知道有什麼秘道或者捷徑的話，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。喜歡的話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和 Share 啦。拜拜。